Thank you.
out and stuff.可能说三月份要去，还有疫情又爆发起来，然后又开始演，
然后把他想说，要不然就是态度啦，要不然就是你的技能啦。没有嘛，就这不是要关了吗？
没有没有做过。拉链做高一点喽，拉链就比较长。赶走呢。
他说住在附近的旁边的小吃店，他说比我们三分之一的造价两倍的价钱。左转。每天都在这里。没有哎、欸，我就昨天跟今天而已。对。啊，之后都不来了。
等一下就是撒谎。现在好像太想象快吃的。我跟你讲，真的。所以你会去土城看吗？
吃掉。我也没在。